什么玩意儿？见鬼！连续三年倒数第一，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？我们班的情况你也清楚，问题学生扎堆，我这真是巧妇难为。上一批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校长，我真的尽力了，真的。我只看结果，期中考试你们班平均分再倒数第一就给我走人，顺便帮我把垃圾倒了。哎，小鲁，等等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有用功读书吗？还行吧。明天什么日子不用告诉你吧？放心，不会迟到的。哎，不不不，我是说你明天像平常一样来得晚一点好吗？认真的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嗯，晚点吧。怎么，你有事啊？我明天期中考试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啊，给我争点气，别让你的班主任又来找我来啊。爸。嗯。以前我考试，你不都给我摆两个鸡蛋，一个火腿吗？哦，对，好像是吧。现在家里就剩一个鸡蛋了。啊，你都多大了？哎，我现在有事儿了啊，先挂了。哎，对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明天别迟到啊。下回又惹事儿了？没有，你呀就别瞎操心了啊。你来接电话，我问你接电话。好了好了，睡觉吧啊！好好睡吧。什么叫好好睡吧？你什么意思你？别人可没这待遇，开始吧。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还嘿嘿，不害臊啊啊。瞅瞅瞅瞅你儿子的杰作。老师啊，我呢没有什么艺术细胞，不过我觉得这个画的也还可以。
是吧？数学考试。再者说，画得再好，能好过照相机啊？啊？杜老师，您也知道，我们家的这个家庭条件呢，也不是特别好。那不更得加把劲儿？反正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所有的班主任里边，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么负责任的了。知道，老师啊，您的这个辛苦啊，我们呢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搞卫生的张大爷，每天够辛苦吧？偌大的校园就他一个人打扫，你猜怎么着？每个月赚的还不够还房租。小鲁，你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吗？张大爷还给我们买过冰棍呢。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靠！你怎么又尿了？你是我见过最笨的狗，教多少遍都不长记性，没出息，就知道混吃等死。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